主宰，满腔斗志的我们深陷泥泞爬不出来。为了义气我报仇血恨生死厮杀，为了义气我背弃人伦道德展开自杀。一战成名的我点燃乱世背景的火，站在悬崖边缘的我和兄弟做了个新货，茁壮大厅前和名利洗不掉我脸上的伤疤。以暴制暴的穷街陋巷，我们在这里成长长大。照不清世界，照不清的血，照不清的血，照不宁的眼，望不心之下，飞个一手遮天。黑帮派的荣誉赌上我的一切，这是我的记号，眼神是我的暗号，一声令下开始行动，把他们全体干倒。我的枪我们将义气，我们帮利益，战无不胜，必须打爆敌人的脑袋，剁掉叛徒的手指，要是你敢说错话就等着被我们收拾。就像一只飞蛾扑火，就在无尽的青春中度过，哦哦耶哦，就像一只飞蛾扑火，就在无尽的青春中度过，哦哦耶。穿越了地狱还有天堂，歇会儿啊！操，红兵，赶紧下来抱一下！我操，你拉鸡巴倒吧！我这手全他妈油！操，脑子咋样？还能咋呀？要不是他妈没挨过打，养两天就好了。你咋跟赵山河打起来了？哎呀，老了，逮谁都鸡巴能过来欺负我一下。今天上午李老棍子还过来跟我俩逼逼叨呢。他俩干啥呀？我俩讹钱。让我明天下午去附属医院给他送5万块钱，算是给土豆家里。那你啥意思？红兵，我手里边倒真有俩钱。我本来打算开那汽修店吧，按理说这事儿我真该给他钱，但他李老棍子又这么过来跟我俩逼逼叨，我要再把钱给他，那我脑袋不他妈让驴踢了吗？他没说你要不给他想咋办啊？说了，说我要不给他钱他就要弄死我。讲话了，我就搁这待着，他要能弄死我他赶紧来。他在附属医院哪家？109，对，109。哥，嗯，好好养伤。那啥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哦，红兵，没啥事别鸡巴瞎忙，过来陪老哥喝点酒，啊。马上，我都多少天就没喝过这么痛快，快马上，你也得马上，我今天去看柱子哥。他怎么样了？李老棍子威胁他，说让他拿5万块钱，要不就给土豆偿命。你说丫还是个人吗？丫干的这叫他妈什么事儿啊？这叫李老棍子有什么干不出来？上次在紫月亮。然后咱们这个黄老邪，这都挫了他的面子。他这次是想连本带利的都讨过来。你什么都甭说了，你就说柱子哥什么意思？
李老棍子给的最后期限是哪天？明天下午。那还说什么呀？还说什么呀，洪兵？明天下午就咱哥俩直接抄李老棍子他们家去，我就不信了，就咱俩，我弄不死他李老棍子。 装什么孙子？你说呢？肯定没有你。咱哥俩明天并肩作战。干！来了。来了。洪兵。 你还记得咱们第一回跟李老棍子打架的吗？河边，你跟我说，你是为了高欢活着。高欢没了，不是你，你让弟弟明白明白。 你让我明白明白，我过得不幸福，我爱的人不爱我，跟你爱的人他爱你啊，你为什么非要装着不爱人家呢？你让我明白明白。或许这样才对高欢最好。 明，女人的心我不懂，但是我知道，我爱三姐。 哪怕就让我跟三姐好一天就一天，让我第二天嘎嘣就死了，我他妈也一定抱着三姐死，我一定抱着三姐。 起这么早啊？啊，店里有点事儿。能处理吗？能，小事儿。哦。爸。嗯。啊，我走了啊。
赵红兵他明白这一仗必须打，和李老棍子的恩怨终归是要了结，为了柱子哥他也不能袖手旁观，只是他知道这一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，一切都无所谓，他已经没有了高欢，也不必在乎自己。大哥，你说这刘海柱他会来吗？他来是输，不来还是输，所以他来不来都已经不重要了。大哥，还是您高明啊，这个刘海柱总算栽到咱们手里了。这也是老天助我性命的，他刘海柱也没死了一天。大哥，我们的石蛋就回来了。不过，大哥，我觉得刘海柱不是那么容易收服的。你想，这傻逼又不怕死，脾气倔得很，总怕会有点什么问题。哎，大哥，我去上个厕所，上个厕所。怂样儿，一提刘海柱都吓出尿来了。操，大哥。你说刘海柱真的会来吗？谁呀？我操！啊！我干嘛？你还敢来？没有发现赵红兵，发通缉令。赵红兵再见到高欢已经是六年之后，那是另一个故事了。这六年里，赵红兵无数次想起高欢的身影，挥之不去。什么也别想，去做你该做的事。爸。嗯。我那吉他，没事给我松松弦。知道了。老碰着就坏了。松松弦，红兵啊，好自为之。啊，老儿子，跟爸握个手，
去吧。此时的赵爷爷已经患上了晚期肝癌，他深知儿子出来后不可能再见到他了。爸，你真不打算把检测结果告诉父母？哎，让他好好改造吧，他知道了又有什么用？等我走了以后，把我那本《道德经》送进去，洪斌会看懂的。赵爷爷的这本《道德经》最终成了赵洪斌受用终生的财富，使其后来虽总处于江湖的风口浪尖，但却胜似闲庭信步。关公有半部《春秋》，赵洪斌有一部《道德经》，古典流氓时代就此终结。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，你可以说那个时代是美好的，你也可以说那个时代是血腥的，但你不得不承认，那个年代是值得怀念的，值得所有有血性的男人怀念。